万四可是很好追，放手一搏来拼自摸，四七万一四条凑上，中洞门清就稳赢啦。逆转王的封号可不是叫假的，五八万齐上张，三六条再摸边七饼，胜利一定属于你。下一个话，来吧。士兵，撕一张，撕，发财。如果你们要做碰碰壶的话，自摸够，碰碰壶自摸才够。碰碰壶自摸一定够。基本上就是自摸才够啦，除非你是做你口。送上门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一条，对吧？七，十，四，红中，再慢一点点啊！好，四饼没有吃下去，可惜了。舍弃 Nico 做碰碰的邝明姐，有办法凑上搭来抢停吗？红中，再慢一点点啊！好。四饼没有吃下去，可惜了。先把它打完。对。八条。七。九条。要做到五分以上，五分嘛，十五分，所以自己算算自己的台。四饼，四饼，自摸就没有平胡，所以你们可能要去算一下。四饼，自摸就没有平胡，如果你要是平胡的牌，你自摸了就只有算一个底跟自摸乘以三倍。没有了，他们一屁股自摸就有四六分了。但是小林姐跟 Michael 哥不行。没有，我说是双高啊，不够了，他们有机会。六万。Oh.
一色也五千啊。最后一色跟碰碰虎都有，有五千块红包额外的。一万。镜头看一眼，五条，这样，你看你们做起来，这发财跑太快了，刚刚你就五对嘞，他真的做起来了，一条，行。八饼，好的，再来一张吧。算了，镜头高大哥，镜头高大哥，高大哥拍一个镜头看，目前还那张。五条，哇哦，还不听话，没办法。五条，哎呦我的腰痛哦，吃一张吧，谢谢你啊，感谢。刘明，吃一张，没有个牌，真的，吃吃喝喝，绝绝。白八筒，八筒，你口你口。齐了，现在到了对双高呢，只要自摸 P 五就我自摸一笔，就至少可以跟打平，打平 KPK 对。六万，你要拍手吗？我以为他自摸，还没有变成别的样子。他想转一下，转成别的，转一下没转成。三米，七万，打黄了，哎，我们观众就赢了啊！对啊，林博说跟陈俊达就赢了。Michael 的白牌看什么？那白牌糊的没有，你自摸也分数不够，看什么？还是七老八吃个四米吧，吃什么？对呀，一米。我想要这一份，基本上都是要打门清的牌。九龙，后面两个人把你捡到底。九饼，九条，我看看，我看看机会还蛮大的，小小，一万。看这两个人的命了，陈玉达新婚马上，对，结婚多久？一个月而已啊，真是新婚。谁？他结婚一个月，陈玉达。那今天应该让你赢了，对不对？新婚嘛，新婚那个应该喜气洋洋，祝福。自摸啊，六万啦，牌倒下来六九万，自摸一底，所以他没有牌了，二三六是跟他们平手。来，先倒牌，